是什么醋？虾子真的超鲜的，我快喷出来了。
在没有了。那处女裙的话是7.5公斤。价钱觉得合适，我们就做好。310，那做一碗多加40就是350。对，要做。哦，对，好啊。我们选这个是什么醋？Thank you.
回去试一下，我跟你讲。好，这个好吃。我跟你讲，它那个哈、CP 值超高哦。老板的口袋名单，不要太多人去了会那个，不要太多人去。好，自己去就好了。这个默默享受。好。